对方拖过来的球总是拉失误，怎么办？啊，如何来判断这个球是很转还是不转呢？如果是特别转的话，对方的球落台以后呢，是往下掉，啊，或者是不往前走；不转呢，那落台呢就不一样了，落台以后它会往前冲、往前走。大家判断出来这个球非常转的话呢，建议大家拉这个球的中下部，中下部往起摩擦，多摩擦不撞击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向上发力。如果这个球一般的转，或者是不是很转的话，直接拉球的中部。如果这个球是一个不转球，直接就拉球的上部。可以有撞也有磨，我们可以直接往前，但是这个球非常转，我们必须要有往上的力量，往上的力量啊。强攻进入，用心变革。好，拉球一定要下降期，整个重心呢非常的低，以摩擦为主，节奏呢一定要慢下来，不要着急出手，整个重心下沉，球越低重心压得越低，整个动作的力量呢是往前上方，前上方啊，还是以摩擦为主，不要撞击，因为这个球呢又低又长。关注国球会，看更多乒乓球视频。